台湾电视公司的记者宋竹如。全省大专院校第八届排球锦标赛今天起在国立台湾大学一连举行三天，这项比赛一共有40个队参加，分成男子甲组、男子乙组跟女子甲组、女子乙组4组同时进行。今天一天一共有26场比赛。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场比赛是国立政治大学跟省立中心大学的一场甲组的比赛。这是一项规模非常大的排球锦标赛，白颜色的球衣，中心大学穿的球衣有的是绿颜色的，有的是白颜色的。各位所看到这场比赛是女子乙组的辅仁大学跟台南嘉庄的比赛。辅仁大学穿的蓝颜色的球衣，台南嘉庄穿的是白颜色的球衣。